有的朋友也都是能够伸出你们的手，把你们的爱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是跟最爱的人来吗？对。好，我想，爱在我们一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尤其是在特别的日子，一定记得要跟你最爱的人，要跟他说一声。祝他幸福，祝他平安，当然也希望他都非常的开心顺利。那我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我想很多人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啊，因为刚刚何荣在讲，他差一点就讲出来他是从小听我的歌长大的。那刚刚唱的《蓝色地中海》其实是在应该是28年前出唱片，第一次写的一个快歌，在今天还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觉得很开心。那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做《心动》，送给现场的。